昆林县二手玩具屋伫今年度特别和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合作，前往昆林县来各校园来送玩具，除了将整理过二手玩具再利用送给小朋友，同时也正嘛提供一台彩色特斯拉汽车来和囡仔做互动。透过音乐加上无尽的 AI 科技，是予汽车来跳舞。真侪囡仔看到以后是更加真趣味，大家嘛小心来上车坐看卖。看到电动车随着音乐节奏来跳舞，所有小朋友面顶也拢出现唔敢相信的表情。当表演结束了后，大家也马上上车，将要来送予家己的佚佗物啊搬落来，然后小前排队要来试坐看卖这台特别的车辆。好玩，而且还有看到特斯拉可以唱歌跳舞，就是门可以升起来，很神奇。这次看到用，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打开，很酷。然后还送我们这些，这是变脸娃娃。为了将科技、智能、环保、永续等等议题和囡仔来做分享，昆林县二手玩具屋伫今年特别和特斯拉电动车公司合作，举办了一摆昆林校园送爱心活动，带来送出回收再利用的佚佗物，同时让小朋友来体验这科技的进步。那开着特斯拉来到镇南国小，好，我想在云林二手玩具屋，主要就是以这个二手玩具回收再利用的这样的理念，结合特斯拉。以所谓的电动车绿能这样的一个行驶的这个模式然后来做节能减碳跟环保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玩具的赠送的一个方式。到了市电南国小表示感谢昆林县二手玩具屋会当伫今日带来这么特别的体验，让囡仔伫咧暑假期间会当有着高科技智慧教育的参与，也期待囡仔伫未来会当对相关议题来产生兴趣。看到特斯拉那么惊奇的那种音乐秀哈，让我们的孩子都惊呼连连。那所以今天这个活动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得到科技，然后智能，然后环保。没想到现在的车子可以还可以利用 AI 控制，然后让车子跳舞，让小孩子非常的惊艳。然后谢谢有这个机会让孩子体验。透过着这摆趣味活动，囡仔都来提着家己喜欢的佚佗物啊，也来看到精彩的汽车跳舞表演，同时来加深大家对智能科技、永续环保的认识。记者江怡畅报道。